做肠镜呢，首先我们要清理肠道，所以做肠镜的首先需要的是泻药。泻药呢，以前我们常用的是硫酸镁或者是甘露醇。硫酸镁是高渗液体，对于老年人的话，容易引起电解质紊乱，因为它脱水脱的比较多，特别是天热的时候，容易电解质紊乱。而甘露醇呢，它在肠道内分解，能产生清气和甲烷。如果你在切息肉的时候，有因为高频电有火花了，所以容易引起肠管包扎或者破裂。同时多饮水，随着科学发展技术的进步，内镜治疗逐渐的增多，人口的老龄化和安全意识的提高了，特别是对于老年人、体质虚弱者或者有肾炎者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好了选用的是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。它是等渗液，对检查者的水电平衡几乎没有影响，安全，口感也好。同时，家用二价硅油去泡剂清理肠道效果会更好一点，我们观察得更清楚一点。